啊，灵宝号称黄金之城，黄金的储藏量高达545吨。啊，大家可能都没有见过，这是黄金的原石，金子和石英石结合在一起，石头上闪闪发光的点就是黄金。这个小的198元人民币。这两副对联写得非常好，路近远行注将至，事虽难做则必成。另外一幅是一颗静心观世界，半盏清茶悟人生。